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啊。关于过年期间大家所有反馈的问题呢，官方这边也做了一个总结，现在小秋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最关注的九大问题。第一个，韩香舞和猫尾的优化问题，后续猫尾将会加上软骨，并且尽快进行调试，预计将会在2月20号的时候上线。而韩香舞的时装需要一点时间的优化，比如旗袍的开叉目前都还在研究当中。第二个，二之花舞女的二之花将会限时上架商场，上架时间会在 COA 赛事阶段上架，也就是说 COA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，二之花就在什么时候上架。第三个，使徒会有调整吗？使徒的胜率还在监控中，目前在1到3阶胜率偏高，4到6阶胜率偏低，这个胜率不是一个健康的胜率，所以官方将会继续跟进。第四个，速闪之魂调整，速闪的调整将会在20号上线正式播。第五个，先知演绎之星的展示页面正在制作中，预计在27号上线。第六个，新赛季什么时候开启呢？新赛季将暂定在20号，但是新角色和赛季精华将会在27号和大家见面。第七个，会有新的动作解锁卡吗？之前已经投放过了，所以在后续也会再次投放。第八个，勘探员有新时装吗？有安排。第九个，情人节有五彩斑斓的手杖吗？情人节并没有五颜六色的手杖，不过会繁产蓝色手杖，并且投放摄影师奇珍随身物品笔尖柔情，求生者随从迷你摄影师。以上呢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九大问题，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所想要的一个信息呢？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